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。乔姨娘，是吧？哈，夫人说的极是。当初在寺庙中有人看到乔姨娘离开了半个时辰。乔姨娘。电视剧《锦心似玉》正在热播，到目前为止，十一娘与徐令仪已经确定对彼此之间的感情，后被贴脸糖葫芦杀，遮阳光欠小瘦，熊抱求亲亲，傲娇侯爷一系列闷骚行为，看的小编也是全程一目笑。不过从预告来看，甜过之后就该虐了。按照古代正常思想，当家主母应该出身名门，并且还是家中嫡女，徐家便是如此。掌握大权的当家主母是罗家嫡长女元娘，不过徐家家大势大，自然有很多女子向往，尤其是主母元娘病了之后，只要是上了台面的姑娘都开始觊觎继室的位置。乔家嫡女乔莲芳对侯爷芳心暗许，一见钟情，借着太夫人自己亲姨母的身份，有事没事就往徐家跑。元娘玲珑心肠，看出端倪，早早就设好了计。乔莲芳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堂堂嫡女竟给人做了妾室。母亲心疼女儿的劝谏，乔莲芳听不进去，一心想着凭借姿色夺得宠爱。元娘如愿将自己的妹妹十一娘安排进了侯府，接替自己成了侯爷的继室。不过因为庶女出身，乔莲芳多有不服，阴阳怪气想给十一娘下马威。不过十一娘虽然出身不如她，但也不是个软柿子，一句话就摆正了正房的派头，或许从这一刻就注定了两人要互掐了。乔莲芳虽然是妾室，却备受太夫人宠爱，有了老太撑腰，乔莲芳在后院那叫一个嚣张跋扈，不仅拿走了侯府钟馗，还抢走了照顾钟哥的机会。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乔莲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没少让钟哥吃苦受罪。十一娘有心无力，只能慢慢策划。我们都知道乔莲芳到死都没能如愿与侯爷体面一回，后宅的日子勾心斗角，乔莲芳也从嫡小姐变成了整日只知道争风吃醋耍把戏的小女人。但到底只是个普通的女人，哪能斗得过真正的大佬。元娘在世时曾经提到过自己久病不愈，十分蹊跷。确实同样是小产，秦姨娘只是不能再生育，而元娘却是走向了死亡，其中秦姨娘怕是没少处理。罗家大太太曾经说过会咬人的狗不叫，显然和这样一个笑面虎较劲，乔莲芳根本吃不了甜头。美米一事爆发后，乔莲芳彻底失去了太夫人的庇护，又不受徐令仪宠爱，在侯府的日子可想而知。最终在秦姨娘的推波助澜下，老太太做主休了乔莲芳。为了报复，乔莲芳找人绑了十一娘。这伙人虽然是乔家的下人，但实则是阻碍海清的海盗。乔家为中饱私囊，与海盗暗中勾结，徐令仪寻妻心切，端了海盗窝子。因为这件事，乔家勾结海盗被发现，触怒龙颜，被诛九族，乔莲芳也被殃及，灰头土脸上法场，真是大快人心，但也十分凄惨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